这个馒头对北满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吧？福建话叫米糊，有的人写成米糊或者米龟。刚刚出炉的面龟有股香气，吃起来甜甜的，感觉是很纯面粉，口感很松软，有点像包子、馒头，但不粘牙。一种面龟多种吃法，其中一种就是面龟煎蛋。